欢迎继续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姻新闻。在即月21号即天，县区要伫后背的龙埔生态园区来举办婚姻人之家的活动。除了下晡2点开始的亲子野餐，暗时的重头戏6点开始婚姻之夜晚会，将有县内杰出的表演团体带来精彩演出。县区阁邀请伫个各界有优秀表现的人士到阵来参与。县长张丽仙也特别翕宣传片，希望会当邀请所有乡亲做过来参加，让大家看到婚姻人的骄傲。看日月节的精彩表演，相信真侪乡亲伫无同款的场合拢有看过。伫婚姻人之夜的暗会上，包括泰日含真侪杰出的表演团体，将会带来更加侪让人赞叹的演出。在这个平台上，在这个舞台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云林人非常杰出优秀的表现，尤其是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，无论是艺文方面，或是歌唱方面，或是才艺方面，我相信他们已经深受肯定，而且得到非常多的奖项。时间距离12月以后，大家上注目的就是对一个所在要举办跨年晚会，演出的歌曲有像县府提早在21号要举办婚礼人之夜，有无同款的想法？让我们自己云林人感受到云林的一份光荣、一份尊严。那同时也可以把云林人的才华、云林人的杰出优秀的表现介绍给全台湾所有的乡亲能够了解、能够认识。尤其我们在旅外有非常多的云林人，我相信他们看到我们自己云林的乡亲有这么优异的表现，他们一定会从内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感动。为着宣传这个好乡亲骄傲的晚会，国铁张丽仙阁特别拍了一支宣传片，希望邀请国内外的朋友和乡亲到底来参与。想更认识、了解云林吗？我是县长张丽善，邀请您一起参加云林人之夜。那我想，全台湾甚至海内外所有的云林人，我们共同希望创造云林人的历史，也希望让云林人、云林这两个字要擦亮。让它发光发热，能够在世界的舞台展现不一样的云林。12月21号下晡2点开始，在后背的龙埔生态园区，都有趣味的亲子野餐区。暗时6点，婚礼人之夜晚会正式展开。想要感受婚礼的优秀和骄傲，一定要做回来。记者林依林采访报道。